好，下面请欣赏评书《虎牢关》，表演者李浩洋。错啊！李向阳出来了。感谢您，我的情愿，我的热烈，我的响天锣鼓的掌声。谢谢您。为什么呢？咱们热热闹闹的，别看人来的不多呀，咱们的气氛很热烈。您说这就是开会，是吧？听书跟开会唯一的区别就是您能在底下鼓掌，能在底下叫好。您连这点乐趣都舍去了，那听书还有什么劲？对不对？尤其咱们这个剧场又比较大，比较空旷，这还开着空调。快！我自己一个人在上面说，您底下几位底下一点反应没有？我这说着说着，待会儿再哭几个，咱们这不是听说了，改追悼会。就是说，咱都热热闹闹，为什么您选择听现场评书？跟收音机里边跟网上您听那个电台录的不一样，在哪儿有咱们面对面的交流，您在底下，我们在上头，实际来说咱们就是当朋友这么处。我台上说着，您底下有疑问您也可以说，咱们互相交流，当然我未必能解答啊，因为我这个小学生很年轻。大哥，您老这样就没劲了。我真的很年轻，在后台来说，我算是最小的。这么一个，您看这个模样，看这个矬子，看这个身材，看这个面相，还看不出来。嚯，高矮磕了他们。那得加钱。起码是年过花甲。就是说，咱们面对面的交流，您看能跟您哥聊天，听相声则不然。您要咱晚上这儿相声大会。一对儿一对儿的上来，尤其相声大会这开场最不好干，为什么呢？观众多，都没坐定呢，有点茶水的，有这找座的，俩演员往这儿一走，一鞠躬，底下一点反应没有，但是呢，很热闹。为什么呢？都闹，哎，我坐这儿，我坐这儿，我来壶茶水什么的。俩人往这儿一站，今天跟您说一段相声，说15句话，各位都没听你说什么。咱说书就不一样，说书您几位往这儿一坐，咱们高高兴兴的聊会儿天儿，不敢说给您说一段评书，只能说是给您学说这么一个小故事。因为还是那句话，我很年轻。好，大姐您这样就没戏了。本来是一个人不信，您这一闹，大伙都不信了。就是给您讲一个小故事。而且这一段呢也老说了，但是您放心，跟上回说的绝对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都忘了上回说的什么了。我这个没有准词儿，想到哪儿说哪儿。就是这个，刚才小魏给您说这么一段啊，单口相声文面很不容易，说的不错，时间呢也趁够了。这个目的就算达到了。这后台呀、啊，能得一条活命，要不然啊，残生性命到后台就没了。学说我呢，这实际上这个时间里的规定，但是我就不怕。为什么？因为我说评书，他说相声必须得按照这词儿啊，给您讲这一完整的故事。对，我这多不容易。有老观众福气，我这个人啊，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上回说虎牢关，我记着是，也是上个月吧，啊，26天以前啊，我发配到南京啊，待了半个月，回来之后接着给您说啊，跟南京回来唯一的区别呢，就是头发长了，还有就是后背呢得了点皮肤病，因为南京太潮。又潮又阴，这个细菌也螨虫滋生。这个打南京回来，后背长了一后背的疙，他们都说我是癞蛤蟆成精。后来昨儿去医院治去吧，医生说我这叫痈。我就问什么叫痈啊？比梁嫂。您说的是职业。尖锐湿痈那个痈，我一听。这好像是脏病。
怎么能咦众望所归大伙儿信了然后人说这个不一定啊是干这个事儿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我皮肤太嫩了咦所以才得这个病的昨儿治了一上午给我疼的呀扒皮呗不如扒皮呢后背长一后背疙瘩呀我就趴在床上医生啊拿这个镊子铁刷子都给我夹破了把这头给我挤出来一个两个好多我这后背几十个哎就跟凌迟似的挤开了之后这上面骨还跟我说说半个月之后要再长还得再来一遍我心说我再也不来了差点死在医院给我疼的这上回去南京之前给您说的这个我看了一下录像这五牢关呢您各位都熟北是三国这十部大名书名著虎牢关讲的是三英战吕布我上回好像说的是会金珠李肃睡吕布这个三个主要人物没有出来但是今天再说呢也未必能出得来哎说书咱们闲言少叙给您念这么一定场诗汉室不幸黄冈失统奸臣董卓诚信纵害霍家至尊虐流百姓稍等据社稷沦丧纠合一兵并赴国难凡我同盟齐心戮力以致陈杰必无二志有于此盟匹坠其命无可抑御皇天后土祖宗明灵时皆见之好好好那新闻都对上了这个咱刚才念这个呢是三国原文原文这是袁绍拜了都盟主之后讨伐董卓的檄文您看说三国呢就必须得背原文之前说过的那些都得背下来学徒不敢说下功夫这是应该的得对得起您的票子虽说我们这个算饶的您未听底角这聊斋但是我们这饶的呢也得下功夫既然说三国必须得背三国打哪说呀、啊、汉朝您看大哥老听了一说就得汉朝为什么汉朝的事儿我要拍完木头念完这诗说明朝大哥就骂街了不用好听汉朝啊三字经上有高祖兴汉业建制孝平王莽篡汉朝分东汉西汉先有西汉西汉是谁呀、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平秦灭楚定都在长安史称这是西汉汉朝呢它的制度是郡县制咱们郡县制呢打破了中央集权制您上初中学历史都得学这个都得分封各路诸侯王就因为这样才导致他的势力不均衡赶到孝平皇帝这儿有一位大奸臣王莽三杯鸩酒毒死孝平皇帝叫翁夺序业自称呢叫天凤凰创立大新朝汉朝打这儿算断了这才有高祖九世玄孙刘秀刘文殊在南阳宛平白水村兴兵起义讨伐王莽拜邓禹马援为帅打到了长安火烧白马台可是汉光武刘秀他在定都就定都在洛阳这儿史称叫东汉东汉末年刚才咱念这说了汉室不幸黄冈失统皇帝呢掌握不了实权了为什么呢外戚宦官分别执政小皇上呢刚生下来没两天他爸爸死了死了之后不能亲政怎么办呢就得需要人摄政一波是外戚
就是皇上他舅舅那边的人，一波是宦官，这两拨人对着打，搅得天下大乱。到三国这儿，有这么知名的十个太监，时常是作乱。老辈子张让赵忠简说程况封虚段归曹节侯览夏运郭盛，十个太监把持朝政，悬秤卖官。就是说呀，您要想当官，您要靠这个举孝廉。当朝汉朝这个制度是举孝廉，我有什么德行，我有什么才干，不用你，你得拿这钱呀去石城市那儿买官去。您想这样好得了吗？他当官花不少钱，他当官为什么呀？为挣钱，为了更严重的剥削百姓。结果他当上官之后呢，更得刮地皮，怨声载道，是民怨沸腾。这样才有农民起义军，谁呀？张角。张角起义这一段史称叫黄巾起义，有机会咱们打头说三国，给您说这段黄巾起义。为什么呢？这黄巾起义没人说，但是学徒我呢，薛微的会一点。哦，您等有机会啊，您要常来，咱们打头说，给您说这段黄巾起义。张角起义，当时朝廷的官兵已经打不过他了。您想啊，你正规军连这个民兵你都打不过，您就琢磨他这大汉朝怎么样了。广招义军，就是到各地招来有能为的人，让他们当兵去攻破黄巾军，这样起来了不少的军阀，像什么董卓呀、曹操啊、孙坚呢，都是打这儿起来的。那么说黄巾起义被平乱了之后，汉朝按说呢应该天下太平，可是不行，国之将亡必出妖孽，妖孽滋生必出于庸人。您听这几句话，您大白话咱都明白，这国家要完啊，必须得有这个作妖的东西。比如说张角，这就算。那这帮人是打哪滋生的呢？就得有那个傻子把他们造出来。庸人呢，你要看水浒传头一回，洪太尉误走妖魔，这也是国之将亡必生妖孽。这三国也是，东汉打哪儿乱，打国舅何进这儿乱呢？按说天下已经太平了，这何进呢想要剿除十常侍，他已经这会儿掌握着兵权，杀十个太监这还不简单吗？不简单，他呀广发檄文，叫各路诸侯进京擒王，引狼入室，把西凉刺史董卓、董仲颖引进来了。董卓一来，20万西凉人马生力军呢，一仗没打，把这十常侍是灭了。可是董卓不走啊，为什么呀？他打西凉那边过来，来到中原大地一看，嚯、哦，这都没见过。哎呀，这河南开封、洛阳这地方，这姑娘都这么水灵。我们大西北的高原红，这个咱们那阵儿过去啊，咱说的过去啊，过去这甘肃兰州那儿不毛之地呀、啊，竟是跟那个游牧民族联合的人种，生下来那个人呐、啊，长得奇形怪状。大姑娘长得跟我似的，当然也好看，就长得前胸宽背，往后肚大腰圆，长得一丈来高啊。没事儿也不跟家绣女红，也不跟家操持家业，睡觉。没事儿上马打猎去，晚上喝酒，那恨不得比老爷们都能喝。这董卓也够难的，他跟西凉那边当了这么些年的刺史，来到中原一看。不想走了，这是一个契机。他想要干什么呀？他想要篡汉，他想要当皇上。但是呢，他不能明目张胆的篡汉呀，
他得有一阶梯呀，怎么办呢？现在这皇上不行，你想一个当臣子的愣敢说皇上不行，多大事呢？当时的皇上是少帝刘辩，董卓呀来到了洛阳，在温明殿召开紧急的军事会议，把文武百官都找过来，自己呢坐在皇上后，这小皇上呢前头给马扎坐着。你看这多大的事儿，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人敢说话。董卓往这儿一坐，啊，各位，我来呀、也不为别的事儿，咱们得匡扶汉室啊，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大伙儿你们想一想，汉朝为什么不行啊？倒霉就倒霉这皇上这儿了。拿手一指这皇上少帝刘辩，刘辩也傻点儿。哦，有好戏。我一看，这德行行吗？这半拉傻子呀！这样，我出一主意，咱把他废。我看这个陈留王刘协、刘伯和不错，咱让他当皇上怎么样？文武百官没有一个敢说一个不字的。董卓一看很高兴啊，大伙儿就是都同意了。我问三声，你们要同意，咱们可就这么办了。问头一声，同意吗？大伙儿没人说话。问第二声，同意吗？就这会儿，打外头进了一个人，为什么呢？这个人的官职不够进殿议事的资格。在外头听见，见你上殿，指着董卓就骂：“大胆逆贼！你区区一个臣子，敢谈废立之事，你有僭越之罪。”董卓一瞪眼一看：“啊，谁呀？啊，我这么大腕，你还敢说我的不是？”拿眼一看，执金吾并州刺史，丁原兵谏阳。按说官职不小，可是不够进殿的资格。董卓一看这眼睛瞪起来，丁然，你说什么？我说你有僭越之罪。哎呦，呵，你活腻歪了，看见我这口宝剑没有？说着话把剑可就抻出来了。丁然一看你有剑，我也有剑，安燕赤退崩黄，蹭一下把自己这剑也瞪出来了。董卓在上面一看，呵，这了不地了，这是要疯啊，你敢烦我，拿着剑下去，刚要往丁原面前刺，这会儿丁原身背后有一人怒目而视，看着董卓。董卓一看这人，哎呀，丁刺史，没事儿，咱们有事儿好商量。你有意见可以提吗？咱们文明解决问题。我是一个很讲文明、讲礼貌的人吧？你不应该这个样子。把剑收起来。为什么？身背后这个人长得太英勇。书中暗表，这人是谁呀？丁原的干儿子，姓吕，名布。字奉先，吕布吕奉先。董卓一看就让吕布给吓住，不敢再说话。丁原呢一看他怂了，把这剑也退回来，转身出殿走了。董卓很尴尬，刚才气焰万丈，现在让这一弄，弄自己有点没面，这脸也抹不丢的。那个大伙儿谁还有什么别的意见没有啊？大伙儿一看您这丢人现眼了，我别说话了。你不是人脾气啊？没有没有。好，那这样，这个因为今天啊我喝酒了，所以咱们不好再妄谈国事，回家早歇着吧。把这帮人都打发走了，自己呀、回到温德殿里头，后殿这儿心里边烦什么呀？今儿这人丢大了啊！我刚想树立一下我的威严，
没想到。哦，你认识啊？我跟他反正交情还行，你能把他给我说服过？没问题。嗯。你怎么这么大把握？我跟他熟啊，吕布此人勇而无谋，见利忘义。这八个字，吕布一辈子就这八个字。您要听后文书，吕布这人能耐大不大？大，是人吗？一点都不是，一辈子没干过一件好事儿啊。唯一干过半件好事儿就是辕门射戟，那还是拿人钱了。两头一说，一辈子被这八个字左右了。董卓一听啊，他好，那按你这意思，他就是个臭无赖。对，他就是个无赖，就喜欢这样的。你说怎么你能把他给我收服过？您舍得花钱吗？那没问题，要多少钱我都给。您呀，给我1000斤明珠十颗，玉带一条，万里带您那匹赤兔胭脂兽，赤兔马呀，带着这点东西都给了李肃，让他去说服吕布。我今儿上回说这儿还有一口误啊，这个黄金啊，1000斤，这是一个量词，说连了宗，不是1000斤黄金，这不白马都一样，1000斤。拿着这点东西，这一段书会金珠，李肃睡吕布。简短结束，这段不给您说那么详细了，您就琢磨吕布这人吧。要看着这点东西，不光很高兴的对董卓投诚，而且把自己干爸爸也宰了。啊，你要收干儿子可得小心了，儿子还是亲的。跟魏凤祥多的我也不怕这个，为什么？这是亲的，真像。投了董卓，董卓很喜欢他呀，封他不少官职，虎贲中郎将、温侯、吕布，这些个官职都封给他，把少帝刘辩废了，立陈留王刘协、刘伯和为汉献帝，自封相国太师。那当时有评语叫什么呀？叫入朝不拜，见礼上殿。什么意思呢？他这个进这个朝廷里边去朝见皇上啊，那汉朝那阵儿把鞋得脱，而且鞋脱外头得急步往前走，迈小步。这您从哪儿看呢？您现在看日本。啊，日本那个穿着和服的那小碎步，夹着裆啊，就那么走，就是说，啊，你这个词汇咱们就很接地气，就那样走，得赶紧的走过去，给皇上行礼。董卓不用，他连鞋都不用脱，见礼上殿，入朝不用拜，而且不用脱鞋，不用那夹着裆那么走。主要他也夹不住，为什么？腿太粗了。董卓350多斤，您要说现在没见过，待会儿您就见着了。对，底儿有点胖。您看着他张着胡子就是董卓。而且这个董卓此人呢，当时卢植对他的评价叫面善心毒。您别看啊，白胖子一笑乐乐呵呵，坏事。真跟李云杰一样，哎，没事写个什么这个黄色的段子呀什么的，发到网上匿名，在台上美其名曰我们要宣传这个传统艺术，不能说这个，暗地里可没少写。董卓就这样，咱说点董卓，不是别人，面善心毒。董卓这么大的势头，而且他这个人呢，叫狼里不仁，残害生灵。这怎么讲呢？就是他做的那些个事情，他得了高位之后对百姓可以说是一点好没有啊，而且这人喜怒无常。他们一说今儿早上他起来，今儿早上挺高兴，然后这个早饭吃的也多，
早点吃一只鸭子一只鸡，嚯，喝了三斤白酒，挺顺的。怎么办呢？叫文武百官大排宴宴。唐铁锤今儿早上起来，哎呦，昨儿吃多了有点便秘，今儿早上吃不了多少东西了，心情不好，怎么办呢？也把文武百官都叫来大排宴宴。可是在这宴席上，他这剑老得在手里边拿着，大伙跟那儿喝酒，他下去看看这个不顺眼，走过去一句话没有，这位还跟那儿喝酒呢，一剑就给宰了。而且说更过的是什么呢？他今儿要不高兴了，还得带着人出去打猎去，带着这20万西凉人马，带5000人吧，上哪儿打猎？上洛阳城周边，打什么猎？杀人去。有那个小村落呀，他叫人过去，5000人围住了，宰，是男的全宰，是女的全都弄走，金银器皿都归我，把这男的头都割下来，拿这车呀挑好了，一根根挑着所有脑袋，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回到洛阳城，对洛阳城的人说，这是我去剿贼去了，这帮人都是反叛。就这样，这就是一个变态杀人狂。可以这么说吧，老百姓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想把他一口一口生吃了，想把他皮扒了，就这么恨他。怨声载道，打他这儿，汉朝可以说是没有办法复兴了。您要听之前说过隆中对，给您也说过诸葛亮的对策，头一句说汉朝打哪乱，自董卓造逆以来，这就是董卓造逆。二一句，天下豪杰并起，他这一造逆，势必有人就得要打他。有曹孟德广发檄文，招揽义军，一共聚过来这么18路人马。这18路呢，可不是说都带着所有的实力，有的人就带几千，有的人带几万，最鸡贼的人呢就带俩人，刘备。哎，这个人叫平原县令刘备刘玄德。手底下就俩人，一个呢马弓手关羽关云长，还一个呢步弓手张飞张翎。这俩人您别看带俩人呢，旗号得打着。这三个人呀，马后头都竖一旗儿，你甭管这旗儿什么样，这个跟咱平常说的不一样，三丈标杆葫芦金顶，掐金鞭走金线，不那样，就来一小红旗儿，上头呢写一个刘，旁边自己写上平原县令，在最上头得写上大汉宗亲。为什么呢？他唯一的卖点就是大汉宗亲，打着旗儿，遇着谁？遇着公孙瓒，这三路人马啊，这三个人马，一人马后头打一旗儿啊，暴土扬暴土扬烟，张飞嗓门也大，还得喊啊，大汉宗亲过来讨伐董卓。这一路挑起烟尘多高，公孙瓒带着人马一看，嚯，里边浓烟滚滚，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肯定是一阵非常强的诸侯啊！赶到这烟呀，一个小时之后散过去一看，才仨人，您这有点喜庆假样子。再一看这情，这人还认识刘备啊，就行了，玄德呀，别现眼了，你跟我这儿吧，你别去别地儿了啊，带上这个人。18镇诸侯，老说这18镇，这每回都得背一遍。今儿呢，也有不少新观众学徒再背一遍啊。头一阵是谁呢？后将军、南阳太守袁术、袁公路；第二路冀州刺史韩馥；第三路豫州刺史孔秀；第四路兖州刺史刘岱；第五路河内郡太守王匡；第六路陈留太守张邈；第七路东郡太守乔瑁；第八路山阳太守袁仪；第九路冀北相鲍信。
第十路北海太守孔融、孔文举，第十一路广陵太守张超，第十二路徐州刺史陶谦、陶公祖，第十三路西凉太守马腾，第十四路北平太守公孙瓒，第十五路上党太守张扬，第十六路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孙文台，第十七路西乡侯渤海太守袁绍、袁本初，第十八路就是奋武将军曹操、曹孟德。又背对一回，又背一回，这词是忘不了，这个玩意儿忘不了啊！真要是我背的这个，基本上都下功夫不能忘。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说出没谱啊，保不齐哪儿蹦出一句来，咱不能忘。你比如说刚才说这隆中对，不能忘。自董卓造逆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是不及袁绍，而竟能克少者，非为天时异人谋也。拍不成鼓掌啊！好，好，棒棒。而且这个十八镇诸侯集结在一路要打董卓，头一仗打哪儿啊？兵发泗水关，泗水关守将关西大汉华雄，华雄勇，十八镇诸侯头一仗就败了，打不过了。您想这也够废的，十八镇诸侯连华雄打不过，最后怎么办呢？这起哄家秧子小分队里头啊，有一马弓手啊，关羽关云长温酒斩华雄，这段好像也是去南京之前说的啊，把华雄宰了。人马怎么办？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打泗水，还有一路兵发虎牢。这檄文呢战报了，可就送到了洛阳城。董卓拿着这战报一看，大吃一惊，没想到这帮乌合之众能把华雄宰了，心里边很是着急，一翻身从龙床上起来了，把这几个娘娘这几个宫女都给轰走，把裤子先穿上。为什么呢？董卓这个罪恶之一叫奸淫宫女，夜宿龙床，他赶上皇上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皇上汉献帝才九岁啊，这帮娘娘呢，他觉着皇上可能用不着呢，胖呢我帮皇上分担一下，皇上九岁身体太不好了，我这个350多斤我行了，帮皇上分担。你想这个人多不要脸，提上裤子来啊，这衣服也穿好了，叫过一个中常侍来，把那帮人都给我叫过来。那帮人都谁呀？李傕、郭汜、张济、樊稠、李儒、李肃，还有吕布。这帮人都过来，董卓往这龙床这儿一坐，这帮人都插手势力在两旁，把这战报往下一扔，尔等观看。就这一声，这帮人打一冷颤。为什么呀？董卓不是人脾气呀，这是怎么了？半天谁也没敢看。李儒过去了，战战兢兢把这战报捡起来，打开一看，啪！哇，这死了可小声说了，董卓没听见，剩下这帮人都听见了。李傕一把抢过来，我瞧瞧。塞东平，旁边张继樊稠我们也不看，我们跟他一个水平。旁边啊，李肃接过来一看，心里边也是一惊，再递给吕布，吕布跟他们不一样，接过来一看，拿着余光一扫，鼻子眼出这么一声，哼，什么字？往这儿一扔，没理他。为什么呢？吕布这个人傲啊，打华雄讨战的时候，他就不老乐意了。为什么呀？他觉得华雄没什么能耐，可是华雄呢真有能耐，比吕布差着。所以吕布好，活该就死了。这是潜台词，不敢说出来。为什么？他也不知道他这干爸爸到底什么人性。这第二个干爸爸董卓一看，你们都看完了，
有什么想法吗？您说废话，我要有主意我叫您来。我这不刚帮皇上分担完痛苦吗？我不老跟进呢，你们有什么主意你们说。这个这样吧，比如说他们兵分两路，咱们也分两路。怎么分呢？咱们有20万生力军，5万人马去汜水关救急，剩下15万人马咱们兵发五楼。谁去汜水谁去虎牢啊？这汜水关咱让那不识字的去吧。李觉一听，哎，我说你害我，华雄都死了我行吗？哎，没事，不要求他们打胜仗，守住了就行。那谁去虎牢呢？您去。呸！我这能耐，我比华雄都差远了。我去，你这是成心害我。来人呐，把他给我推过去宰了。您没明白，我那意思是让您御驾亲征。李儒说出来叫御驾亲征，这一句话说到董卓心房了。早有不臣之意，听这马屁一放，御驾亲征，那我这个帮皇上分担就是分内的事情了。好，那我去。不光您去，还得让温侯一同前往。吕布一听，好啊，我去。简短结束，两路人马一路奔汜水，一路兵发。董卓、董仲颖亲率15万人马，带着吕布来到虎牢关。虎牢关这会儿，18镇诸侯里边，河内郡太守王亨已然在这关下骂阵了。董卓呀，来到城楼之上，手扒夺侯，往下观看，也吓一跳，没见过这么多人呢。书中代言带了多少人马？8万人马。奉先呐，叫吕布。吕布往这儿一走，爸爸什么事儿？哎，这怎么还有大爷呢？奉先呐，你看这些个人马，你有把握吗？嘿，我跟您说吧，这回不答应了。吃一回没问题，儿子我。我好像说到输了，吃了不少亏。儿子我没有问题。好，奉天，给你3000人马出关莫诈。按下虎牢关上不说，单说王匡带着8万人马列好了阵势，跟这儿骂阵。这会儿就看虎牢关关门开放，两队人马二门出水势，雁别翅排开。正当中，掌旗人高挑大道旗，上面有一个斗大的吕字，旗脚下袁将官压住了全军阵脚。王匡一看，我带着好几万人，这才出来多少人呢？董卓特意的不把我当回事儿，这火上来，哎，各位将军，谁愿出战擒敌？话音未落，哗啦，甲乐声响，有一人朝上施礼，将军，木匠愿往。王匡一看，手下大将方悦，胯下马，掌中枪。有几何勇战，对他放心。好，方将军马到攻城。方悦接令，跨马抬枪，一催胯下这匹马，双足点蹬，蹬磕飞战。
看这匹马怎么冲出去了，来到了两军疆场，就看见吕布。方月跟这儿抬着这枪一看，这就是传说中的吕奉先啊，长得很精神，长得跟我似的，这有能耐。心里边琢磨，看这模样不像有能耐的。没事，我问问他。抬着枪一催这马，来到吕布跟前，高叫一声：“对，来将通明。”吕布跟这儿驮着赤马，这画板戟在手中一横，一听你问我来将通明，我乃吕布吕奉先，你是何人？我乃大将方月。方月，你助纣为虐，竟然兵犯都城，还不快快下马受死！呀呀呸！吕布，休得拖延，看枪！左脚领蹬，蹬带蹦蹦绳，这匹马按说奔上风就得跑，这马没动。看出来吕布这匹胯下马赤兔胭脂兽，披着尾高八尺，头着丈二长，踢跳跑跑，鬃毛乱炸。这方月马心里边琢磨：爷们儿打不了啊！这个是我们的军委主席，打他准死不能活呀！一声暴叫，那意思告诉方月：爷们儿别去呀！方月听不懂啊。很尴尬，这脚两蹬他没动，走走，连拧几蹬这马没动，火上来把这枪杆横过来一抽，这马的三叉骨啪就这一下，马心里边骂街：孙子，我为你好你还打我，得了，今儿我非得把你送死去。这匹马三蹄两蹄四蹄三蹄冲着吕布过来了。不，赤兔马都没动，画板戟一横，方月到近前，方月这枪鸣枪就刺，冲着吕布的面门刺过来。吕布微微让过他这枪头，这手戟横过来，咔！哦，这一下脑袋可削下来。说脑袋怎么削下来？这方天画戟有两个戟耳啊，这戟耳都开了刃。这一下整是方月这后脖梗一下脑袋掉，方月这马心里边长出一口气，死了不是？早让你听我的，嘎嘚嘎嘚自己变不赢了。王匡在马上一看，愣了，旁边守嘴军卒问：“将军，将军，咱怎么办？跑呗，就别跑了，打也不死。八万人马，兵败如山倒。吕布在马上一看，怎么跑了？哎呀，您跑了，那我追吧。一晃这画杆戟，带着三千人可就杀了。”三千人撵着八万人怎么跑啊？就这样撵下去有十几里路啊，才遇着大部队接应。谁呀？公孙瓒。公孙瓒另带八路诸侯前来接应。吕布这会儿才回虎牢关。公孙瓒一看，哟，这八万人怎么跑回来了？王匡啊，到底怎么回事？将军，不好了！什么事？董卓特意的凶猛，人马特多呀，有多少人马？三千多万呀、三千多万，虎牢关里站着来了。这那他能请天兵吗？这三千多万人马没在关里头，有一个妖人，这人叫吕布啊！哎呀，胯下马长一个画杆戟，勇啊！跟我打，打不过他。后来我说，我带着人
杀上去，他能岂不天兵啊？一横这话跟你嘴里边念着跑三千多万天兵下来了。王匡一听，宝贝儿你发烧了，怎么满嘴胡话呀？哎，这行了，看来说实话你给我吓疯了吧？来来来，休息休息，带着人马又来到黄河关前。这会儿列好了阵势，列一个五方大阵：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五方大阵列成了，出关马战。这会儿吕布又出来了，带着还是这三千人马。两二龙出水时还好了，掌旗人高挑大好旗。公孙瓒在马上一看，看这大道旗知道这就是王匡说的妖人，能起天兵。我这点人马是有不少，打得过天兵吗？不行，我不能投一个去。各位将军，谁愿立此头功啊？你看说话的意思，谁立这第一功啊？啊，你们谁能去啊？哗楞楞，甲夜声响，末将冤枉。回头一看，此人叫穆顺，跨着马，掌中五虎烈焰托天叉。穆将军，你一定要把这功劳立下来啊！穆顺一看，啊，你给我卖人萌了，倒霉玩意儿！抬叉上马，两军阵前，看着吕布，吕布。铁挂西川红旗百花袍，头上边戴一顶三叉紫金束发冠，腰束十芒宝带，胯下是赤兔胭脂上掌中画的方天戟一横。方远台穆顺啊，抬着这叉一看，啊，这有这么厉害吗？看着没什么，打他吧！吕布，穆顺前来取你性命。吕布在马上一横这戟，还那样，撒马一战，好，你受死！哇，一倒这插盘子，左脚顶蹬，蹬带蹦蹬声，这匹马又没用。是啊，军委主席打不了。穆顺一看，啊，这是有妖术邪法，把我这马弄了。给我喷在这儿，你跑跑，再一领蹬这匹马，一看，哎呀，该死，当不了活呀，送你去吧，哈，也冲过来，来到了吕布跟前，一倒这叉，哗楞，插过去，简短截说，一喝未及，被吕布几条马下，穆顺这马，嘎嘣嘎嘣嘎嘣，你回去了，回去遇着方月这马，两人交流经验。看见军委主席了吗？看见了，看见了。我那个爷们死了，我爹没活着。道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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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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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哎呀，公孙瓒在马上一看，心说完，真有邪法呀！这怎么办？谁还愿去呀？这会儿有人蹦声怒气：“末将冤枉！”回头一看，大将王国掌中。是一对冰铁压油锤。好，吴将军，这功可就交给你立了。甭废话，我去。抬锤上马，简短截说。两军阵前看见吕布，高叫一声：“对，把吕布受死！武安国大完了呀！”一打巴呀，吕布还那样，哦，撒马一战，走啊！小肚子憋气一撞铁不了，这匹马又没动。军委主席打不了啊！王国一看，呵，这咔咔，这俩手拿这俩锤，在这马上两锤相放，走啊！这马真使得来，这锤响三声，好，送你去。冲过来。王国锤打又转世，这锤哗抡下来，吕布平分秋色，啪的一下，把拉绑没掉了。这去一个死一个，交马兵一合都死了，谁还愿去？
十八镇诸侯一看谁去，我们都不去啊！这公孙瓒咬牙切齿，哎呀，你们都不去，我可要去了！一催胯下这匹白马，横掌中这兵刃叫金顶枣阳槊，冲着吕布可就冲过来了。他这一冲，不带紧要，才引得出虎牢关三英战吕布。